哈登关键三分加抢断火箭赢三连胜，魔术绝杀骑士，热火加10胜火箭，客场98-94步行者。收杰恩尼斯和詹姆斯，哈登开局表现出色，前者5分钟贡献7分，哈登两次在奥拉迪波面前命中高难度三分，收杰得到11分。火箭21-12开局，博格达诺维奇三分回应，奥拉迪波快攻，步行者缩小分差，加里克拉克造三分犯规，三罚全中，哈尔滕施泰因扣篮，火箭首节29-20领先。第二节埃文斯连拿5分，麦克德莫特命中3分，小萨博尼斯跳投，步行者这边迅速反超，取得43-38领先。火箭这边哈登遭到严防，保罗、安东尼上半场一分未得，火箭靠着塔克、恩尼斯、哈登的三分咬住比分，上半场53-55落后，哈登18分，保罗三投零中，得到0分6助攻，卡佩拉12分，恩尼斯10分，哈登、恩尼斯3分10中6，其他人合计16中2，步行者奥拉迪波16分，博格达诺维奇10分，萨博尼斯11分。第三节哈登给卡佩拉喂饼，保罗跳投得到第一分，火箭迅速反超，但步行者很快回应一波 9-0, 哈登助攻卡佩拉空接，杰拉德格林命中三分，小萨博尼斯连投带罚，埃文斯命中三分，三节战罢步行者75-69领先。第四节安东尼跳投，保罗连入两球，火箭分差只有两分，埃文斯快攻上篮，奥拉迪波突破打进，塔克底角三分，安东尼弧顶开火，火箭追至81平，保罗突破高难度上篮，哈登罚进技术罚球，保罗传给底角大空位的恩尼斯，后者命中三分，最后两分夺中，火箭87-85领先。奥拉迪波单挑卡佩拉跳投扳平，保罗找到塔克命中关键三分，奥拉迪波再次投进扳平三分，保罗突分找到哈登，后者命中远投，最后 34.8 秒，火箭93-90领先，奥拉迪波突破被哈登掏球，保罗两罚中一，火箭最后 26.1 秒领先四分，奥拉迪波再次命中冷血三分，步行者战术犯规，哈登两罚全中，奥拉迪波面对塔克三分不中，但保罗抢板推人犯规送克里芬上罚球线，后者两罚中一，最后 5.9 秒步行者94-96落后，哈登两罚全中锁定胜利，哈登28分6助攻4段5失误，保罗9分13助攻5失误，卡佩拉18分10板，安东尼8分，恩尼斯13分，塔克9分5板，奥拉迪波28分6板4失误，小萨博尼斯17分8板5助攻，埃文斯11分，博格达诺维奇11分，塞迪斯扬8分11板。